苏小姐，苏小姐，我真的是很好奇，为什么你会突然这么反常？这是你的锤子，怎么在他那里？穆总，您这会儿方便吗？ 明白。你想做高镍电池上游产品，但现在正好卡在正极材料中镍容量占比的问题上。我知道在哪里可以帮你找到资料，解决难题。来图书馆找资料。 又想换个花样吸引我注意啊！看我干嘛？赶紧找书。你这样不戴口罩，就不怕被认出来影响图书馆秩序？这里的人只关心学术，不关心娱乐圈那些事情。 那你一个娱乐圈的人，怎么会对学术界的事这么感兴趣？还不是为了搞定您，特意咨询的大神。放心，穆总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 助理不在身边，生活的不能自理了，是吗？算了，为了许愿，我忍。是，是我的错。是我不应该把我的咖啡跟您的咖啡放在一起。我现在就去给你买一杯新的。不用了，知道错了就好。快看，还不是那谁吗？苏锦芳，没事的，我不服。认识我？ 我学习去。人家看的是你吗？自恋。大功告成。那既然我帮了你大忙，穆总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跟我续约的事情？今天感谢苏小姐帮我这个忙。 除了续约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。怎么了？停电了吧？阿黑啊，不怕？不怕你？哎哎哎！这出口在哪儿来着？哎呦，小心点儿，在这边吧。你别走错了，你手机呢？ 在包里。 你人呢？
喂，哎，你在哪儿呢？这边呢？哎，你真的这边啊？我跟你说了，在那边。别踩我脚！哎哎哎！你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能走。等你走出去，天都亮了。 见过大场面的苏静，脸红了。我是被你气的。不是你说我帮了你那么大的忙，凭什么不跟我续约啊？你为什么非要续这个约呢？为了钱？按理说以你现在的咖位，真的犯不上。我就是为了要强大自己。 想让我放弃续约，穆修伦，劝你趁早放弃这个想法。苏姐，你觉得今天这个妆怎么样？完美。哎呀，出大事儿了！出什么事儿？苏姐黑脸回家许久不与穆修伦同框，两人疑似情变。哦，知道了。你不是要续约吗？这脏水都泼到咱家门口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呀？凭什么？ 这都是我安排好的。什么意思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出发，去哪儿啊？上战场。